说实在，我们两位都蛮紧张的啦，因为我们是非常那个悠悠班的那种文学的新生，就刚开始在学习阶段这样子。对，那我在这边可能就不用，因为一开始我也原本很紧张，说真的。然后刚刚听完那个李副市长这样比较稍微轻松一点的言谈之后，我有稍微轻松一点。对，那我就开始来谈，然后可能我讲的东西会比较没有太多的逻辑性，但是就是分散的这样子讲哦。就是其实我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有点被吓到这样，因为跟前年拿到的另外一本不大一样，就是前年最早接触的是这本画面哦。对，然后所以这一次拿到这本色变的时候，我那时候开着车子，然后把书放在右边的座位上，然后一直在看着色变这两个字，还有紫色的封面，我脑海里面一直跑出玫瑰同林眼的画面。对，然后还好，就是因为然后回去一翻，哎，里面的内容确实又没有那么的那个。对，然后就像那个李副市长说的，阅读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哎，奇怪，我一直不确定这个作者是不是同一个人，我以为是就是编排错了还是怎样。对，然后但是读一读，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后面那几首这样子，就是那时候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感触啦。当然前面那几首诗都很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说这样子。那我是觉得后面那几首很有趣，就是《空懒窥迷谷》哦，就是说他那时候我在读的时候，一开始因为我稍微知道曾医师的背景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以为，因为他里面又没有太。就没有主持啦，就是有点像一个第三人称在参与这个事情这样，所以我一开始以为他是赴会的那个人，就是参与那一个情色的过程的人这样。然后我其实那时候心里面一直在那个有一些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故事到底在影射哪一位人物这样子，我蛮想知道的这样子。然后就变成说，但是看到后面就会慢慢知道说，其实台湾的整个大环境里面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那我会觉得那是增添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比较多丰富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就是多层次的，就不是只有纯洁的那一面，也有复杂的那一面这样子。所以那一部分我会觉得说，其实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好好阅读一下，然后会一定会产生更多疑问这样子。那遇到曾医师就好好的再问他这样子。这是针对这一本书的后面那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然后前面几首诗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先从2011年这件事情开始说起，就画面这个，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那个曾医师的那个新书发表会的时候，然后需要一些投影的画面，那我就去帮忙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拍了一些画面这样子。然后我在这边就简单说一下我拍这支片子的那个心路历程啦，哦，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岁月里面的沙枣归回，然后人生突然感到非常茫然这样，就是前半段都全部都人生都在台北过，就是在台北念书，就我的高雄囡仔嘛吼，啊，对小孩拢伫高雄，啊，落尾读大学了就去台北，然后后来就变成说在台北，你会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一点那种着力点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毅然决然就决定还是回来高雄。那回来高雄之后，就有机会刚好做了一年多的工作之后，然后刚好就是美秀姐邀约，然后我就来拍这一支片子。然后那时候其实是我整个最最最茫然的时候这样，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本来是就要出国了，就是要出力自己一个人去欧洲流浪一下这样，就解放一下啦。然后在解放的前一个月，就刚好在拍这一支片子。对，然后我有稍微写了一下，昨天有稍微回忆一下这件事，就是那时候一直每天晚上就在重复听这几首歌，因为我觉得是画面这一本诗集，其实大家应该去买来看啦，还有色变当然也要，就是画面我觉得这很有诚意，就是后面就是里面还有一些歌这样，然后大家平常还可以练习着唱这样，然后他又是用台语的方式来书写这样。那时候我刚回来高雄，就是一年多，然后也认识了胡长松，就是也是一位高雄那个蛮不错的诗人这样，然后他又用台语文书写，然后
我就是在遇到曾贵海医师之前呢，就是先认识胡长松，然后胡长松就给我几本他的诗集，然后打开来看什么，然后白译来看拢无，对，然后后来又收到这本画面，然后但是那时候就给我产生很多的感触，就是说，就是一来就是我会觉得之前在北部的时候都接触天龙果的想象，这样对于国家的想象。但是我回到南部之后，发现其实南部其实有更鲜明的，然后更直接的，更对这块土地的一种那种认同感或支持感，这样我会觉得就是就是南部就是去用地底会听迄个叫出来迄款感觉安尼，啊，所以咱迄台语诶，迄落要写这个国家还是这个土地这个运动迄落款感觉，我感觉咱。我那以前拢伫台北的话，我看台北遐迄落款文，迄落款小歌，唔知咧讲啥，迄落款文章的时阵，我那喜欢看袂，拢看着都会青年的迄落款，底下大家唔知咧创啥咧。然后回来南部看着，就会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然后从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的过程来看，都会觉得，在 这些台湾南部的作家里面就看到很多，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后来也比较了解，就是春晖出版社真的不简单，就是真的帮台湾南部出版很多书。我现在的我自己现在的经验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些书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要一直传承下去，即使没人要买来看，也要一直写啊。真的就是要一直写，因为我会觉得这很像日记一样啊，你写无人要看。不过你也不管安尼，你写的话，总有一天也真正才无去，也是这迄落的话，那是一定会有留落一挂证据安尼啦。我会觉得不管怎样，就是要跟他拼搏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一直磕，就是大家那个一直的往前冲这样子，然后一直跟他拼这样，你才有办法把这个东西重新证明这样。我会觉得就是大家要一直努力这样。我喜欢公队，然后我回到画面哈，就所以那时候在拍这个的时候，因为就是很茫然，然后我家己本身是迄、那、落、個，我妈妈是屏东潮州人，所以从小到大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都会跟爸爸妈妈搭火车回那个屏东，这样回潮州啦，所以那时候看到旅途的风景的时候，我脑袋第一个浮现的就是搭火车回屏东的那个画面，就儿时童年的记忆这样子啊。所以其实也因为这做这个工作，就是拍影像的这个工作，就是让我去好好的思考那种，其实所有的大人哦，都应该，怎么讲？就是我要讲的，就是那种童年记忆。就是我感觉对谁啊？我干嘛？我干什么？其实一直在运用创作的东西，都还是我童年的记忆的东西。我自己有一个反省，就是说，其实我会发现，其实我到大学之后阶段，所一直在创作的媒材，其实都还是我童年国小三年级到幼稚园这段时间的记忆。对，然后我会用着那些记忆，一直在跟现在做对应，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会觉得那时候在拍旅途的风景，我就自己拿着摄影机，然后就搭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段路程，就是从高雄火车站一直搭到屏东这一段。其实再继续下去到枋寮，我是觉得那一段是，南部最有味道的一段那个搭火车的经验。然后所以画面就是旅途的风景里面，我就是用这一段画面去呈现这样子。对，然后在搭乘的过程就也会一直去回想小时候搭火车的经验这样，然后经过那个下淡水溪啊，然后到屏东到潮州的那个过程。就反正画面会一直在后面放，你就慢慢看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就是拍那个路边草跟夜荷花，因为夜荷花也是去客家文物馆拍的。那其实在这之前啊，说真的，我们真的是我是幼幼班嘛，我觉得我不知道夜荷花是什么，就是然后但是为了要拍这个画面，我认真的去看了一下很多夜荷花的资料之后，才知道它对于客家文化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客家文物馆拍，然后那时候也很难过，就是去的时候才知道夜荷花季已经过了。就刚过，所以只剩几朵没有很厉害的，没有很漂亮的那种夜荷花，但是还是有几朵这样子。然
后也是在那边听客家文物馆的那个志工在跟我解说一些耶和华的历史，还有就是曾医师以前写过很多关于耶和华的故事这样子。对，那啊，所以讲讲到这，就是讲，跟那个啊场景跟刘登爱这本色变家哦，因为我在读这一本那个色变的时候，我很有感触的，就是像来去红毛港啊，对，因为红阿门港在大家拢知影，今麦一点贵个变成一个洲际码头哈，对，第六号货柜中心就会变成说一个整个荒芜，哎，不是荒芜了，就是变一个全部新的一个新的码头这样子，哎。因为其实我之前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也蛮常跑红毛港，那时候在拆除的那个过程这样，然后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像我相信就是曾医师他们看过更多台湾就是高雄的那个变化，对，就是我相信你们的感触是一定比我们还澎湃的哦，就是我自己现在都已经有点受不了了，我相信你们看到那个动荡一定是更大的这样子，对，然后就因为我也是就回来高雄之后就花一些时间来了解高雄的历史之后，然后就觉得在看曾医师的这些诗里面啊，就会给我们另外一种历史知识性方面的那个补充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就例如说就红毛港这一首，然后那个写玫瑰教堂的，然后荒城的岁月这样子，这几首歌都很有味道，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几首我自己也看得蛮有感觉，就是在写那个高美馆，就是高美馆委托的那几首诗这样子，就是有一些典藏品，然后去做那个创作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跟直接跟影像图像，就是跟图像有直接的呼应关系这样。那我自己会觉得说，真的就是曾医师的那个诗里面的画面感其实是蛮强烈的，所以其实我在执行上那时候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并不会太困难。就是其实它本身画面是，但是我那时候会觉得比较，就其实在诗的转变成影像的时候，其实不能直接直白的，就是他在描述什么东西就去拍什么这样子，对，通常还是要经过一些转化，然后所以就变成那时候，原本我真的很有点愚笨的，就是原本想说，就干脆照他的诗里面的情境去拍这样，但后来发现那太困难了，然后就干脆还是让他单纯化一点，就是他在谈夜了。就看夜了，然后他在谈那个旅途，我们就来看旅途，就让他纯粹化一点这样。因为我觉得画面不能强调诗啊，因为诗还是主体这样子。我一直觉得这两，其实现在哈，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在创作上好像有一点盲点，就是复合媒材以及多元文化下的那一种，很喜欢把影像跟文字去搭。啊，其实我自己有跟一些私底下一些朋友在辩论这件事情，我自己是非常不喜欢影像跟。影像跟文字在互相，好像不知道谁是主体那一种感觉啊，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纯粹一点的，就文字归文字，影像归影像。但是这两个是可以互补的，就做一个互补的作用，但不要用交流的方式这样子。对，那所以那时候我会觉得，其实那个曾医师的诗里面的那个诗的意境还是很好，然后文字的那个美感还是很漂亮。那我们影像就让它不用那么的丰富，这样就有隐隐约约的，好像在脑海里面的印象就好了，这样子。对，我大概先补充到这里好了，好，然后就回到就请曾医师做一些回应好了，可能先从情色的话题开始。好，谢谢玉瑞哈。我想曾医师在创作的时候，应该是要去考虑讲有人要看，有人要买无嘛哈。这个就请曾医师自己来做回应哦。那就玉瑞还有菊刚提的问题，那在李副市长先解的话题，看您是不是有什么要表白清楚的？对，还有您的创作的心路历程，也跟我们大家分享，谢谢。其实我今天是没有准备啊，就是说不备而来，我没有防备，没有准备，就是放空自己啊，听听大家怎么去解读这样啊。特别是老朋友啊，还有两位年轻人啊，因为年轻世代跟我们对话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哈。那我听他们两个讲，那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哈。那
李副市长他是文化人，我不把他看作文化人，不是政治人，所以每次都请他来，就谈谈文化的事情。那其实刚刚谈到歌，我想我补充介绍两位这个跟我的作品有关系的朋友哈，陈文雄老师啊。叫光玉哲，陈文雄老师，还有那个你说哦，春威哈，就是倒闭也要演，倒闭，倒闭也要演的。那上面说倒闭要演，就说演到倒闭要很秀气，而且就给小饼干那个倒闭，倒闭会演的那个人就成功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有一群人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文学台湾，在文学台湾这个 team group 这样啊。那从文学界到现在，文学台湾已经二十四年了。那最近可能大家有一天睡觉起来可以看到一个文学台湾馆，文学台湾及叶石涛馆，有一天呢我不敢想象了，因为我们会趁这个市政府不注意的时候，全市民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建起来，这样哦，占地为王，对不对？也可以做地下室哦，有个做地下室，对不对？有个做地下室，128。我提供货柜啊。对，货柜。顺便提供那个吃的东西跟麻将，这样。